嗨，什么叫麻辣烫呢？麻辣烫是什么？麻辣烫是我们选要一些新鲜的食材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些食材烫完以后，加上我们的那个调料，麻辣的调料，所以就是叫麻辣烫。哦，尾不尾就是麻辣汤呢？我们客的汤。可以喝，然后我们是骨头包出来的，全骨头包出来的，全骨头，对，用猪筒骨啊和鸡骨包出来的汤是可以喝的，所以应该是麻辣汤，可以麻辣汤。为什么你们名字叫爱情呢、年轻的时候就。取了个这个名字吧、你们年轻的时候在做这个，好啊，我们都年轻过。我们来年轻一下吧，回味回味啊！要什么了？这个，你喜欢要汤的还是要香锅呢？我们可以是麻辣烫，可以是麻辣香锅。香锅可什么汤的？汤的是带汤的，然后香锅的话是炒的。哦，就没有汤的。要汤，你要汤的，好，要汤要汤、我想要汤比较好的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酸辣粉啊，还有一些凉菜的，像这些夫妻肺片啊、口水鸡啊，都很好吃的。夫妻肺片，可不可以小辣的？可以小辣，其实都不是很辣的，就是油的香味，其实都不是很辣。不是很辣，那非常好。那不要辣行不行啊？不要辣的话是麻辣汤可以不辣的。像这些凉菜就不可以不辣的。可以不辣的。对，好，那我来个一点点辣，一点点辣。谢谢啊，漂亮啊、黑海口水。口水就是那个麻辣烫，麻辣烫很小辣的那个。这个是夫妻肺片，好，是口水鸡。好，谢谢。劲香啊！饮个康师傅的冰糖雪梨，人人先。哇，真系有雪梨味喎！好，开餐。好香啊！麻辣烫咧喺电视就睇得多，但系就唔知咩叫麻辣烫啊！原来系麻辣汤，咁样就即系广东话就麻辣汤啊！可以辣，可以唔辣嘅，又可以劲辣嘅。我啊，梗系少辣啦，试试个麻辣汤啊，好靓啊！睇下入边有乜嘢先，睇下个底，哇，咁多样啦！我今日就选越南米线。好香嘅面，好香嘅味道啊！饮啖汤先，睇下呢啲龙骨汤，真系少少辣，少少好啦，好入啊！啲辣系慢慢渗出嚟，
少少，少少都 OK 嘅。食個越南米線。有少少煙韌，個櫃咧就好多料，就可以慢慢揀，中意揀邊樣就食邊樣。咁其中一樣咧，我就未食過嘅鴨血，試下先。影得幾比較薄啊！喺加拿大咧就未食過雞紅、豬紅啊，食得多鴨紅啊，更加未食過啦。咁但係都幾得意嘅，佢有個質感喺度咧，係唔同豬紅咯。豬紅就比較爽咯，可以話比較腍。佢呢個咧係有啲韌度喺度啦，幾好食，補鐵，真係幾好食。還有這裡有豬大腸，加上一些湯，很好味的，都是我喜歡的。還有豬皮，你喜歡吃什麼呢，選什麼呢，就在那裡這樣點就可以了，就是它可以分菜和肉類咯，我覺得很豐富，鴨春蛋添。這個好出名嘅夫妻肺片，睇下入面有乜嘢，抄下先。啊，有啲花生，呢只系牛肉啦，牛肉片。我見到有啲牛脷喎，哇，牛脷都有，跟住牛肚啦。好香好香的味道，青瓜，吃下牛脷先，有啲麻醬在裏面，真的很微辣喎，好輕好輕的，不過你哋可以話要勁辣，我微辣就得噶啦。啲醬汁又好吃，青瓜，我呢個要送飯啦，又切得好幼的牛肚。好有咬口喎，喺呢個就係口水雞啊！點解叫口水雞啊？我都唔知，可能係好食過流口水啊！聞到味就已經流口水，我講嘅嚇。啊，睇到啦，上邊好勁嘅紅油啊！但係頭先老闆娘話咧，呢啲紅油就唔辣嘅喎，淨係香嘅喎，睇下係咪真嘅先啊！雞髀肉真的很紅啊，希望吃完不要辣到我真的口都紅了，看看是否淨香不辣先，又真的不辣啊，又真的很香啊，這個好吃啊，冷盤來的，這個估不到我整碗辣椒油，看法吃完都不怕啊，好香的味道，香而不辣。我咪雖然佢唔係用走地雞啦，但係個雞整得好好味喎。咁樣襯法，因為應該係好出名嘅呢兩味菜，一個係夫妻肺片，一個係口水雞啦。個雞肉咧比較軟腍，少少麻辣，係好野味啊。另外呢個夫妻肺片咧就有啲咬口喺度，一個爽，一個腍。好好配搭，繼續食。